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箭哥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说起岳云鹏，大家并不陌生，看到他就想笑，一直活跃在相声界。不过他唱的歌曲备受大家的喜欢，可谓是比相声耽误的歌手。2021年，岳云鹏一首《最亲的人》火了，估计岳云鹏也没想到参加春晚说相声，居然是歌曲《最亲的人》火了。一群唱歌的没干过一个说相声的，歌声亲切入心，歌词平实，旋律朗朗上口，喜庆又欢乐，非常适合过年的气氛，很快在网上流行起来，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这首音乐。而今年小岳岳虽然没有上央视春晚，但是却火了一首歌，一群上春晚的却没干过一个没有上春晚的。他发布的新歌《问心无愧最自在》大火，网友直呼比春晚好听，上头啊！而且1月30日在东方卫视《欢乐喜剧人》的舞台上首秀，岳云鹏沉浸式唱歌，让人忍不住想笑，让网友直呼太可爱了。说什么无奈，说什么天安排，命运应该自己来主宰。说什么活该，说什么没。由于歌声太洗脑了，因众网友的翻唱，是这首歌又火了一把。到目前为止，相关播放达4亿之多。说什么天安排，命运应该自己来主宰。说什么活该，说什么没未来，一切都靠自己才精彩。而有心的网友直呼，听着怎么耳熟啊，有一股80年代台湾味闽南歌风格。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并不是岳云鹏，岳云鹏只是翻唱的国语版本。这首歌的原名《隔在听看蜜》是林清国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，发行于1990年，是一首30年前的老歌，感觉以前的老歌比现在的网红歌好听多了，好听经典又过时。风下咪不耐讲什么天安排，命运操在自己的手内。讲什么无彩，讲什么真假在，一切拢是自己做的来。小伙伴们觉得这首歌好听吗？欢迎到评论区研究。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、转发、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